据路透社报道，在遭到抗议者封锁六天之后，2月13日，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重要贸易通道大使桥恢复通行。警方在现场逮捕了约30名抗议者。当天，加拿大警方出动了50多辆警车，前往大使桥进行清场行动。警方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对非法活动零容忍。加拿大温莎警方13日宣布，他们已逮捕了抗议人士，许多参与这场抗议活动的车辆也遭到扣押。美国白宫安全顾问兰道尔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拿大当局打算在完成必要的安全检查后，在13日重新开放大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13日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讨论乌安全局势，双方表示支持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推动和平进程。泽连斯基说，乌方清楚当前面临的风险，并准备好应对任何事态。他表示，乌方将阻止对乌克兰的任何升级行动。双方重申，在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努力推动和平进程和恢复稳定方面立场一致。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完全支持和平解决冲突，重视在现有谈判形势下为缓和局势和实现和平所采取的措施。另据白宫当天发表的声明，拜登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同意以外交和遏制病举的方式应对俄罗斯在俄乌边境集结军队的行为。另一方面，七国集团财长14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联合声明指出，对俄罗斯当前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还警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都将遭到迅速、协同和有力的回应。七国集团准备共同实施经济和金融制裁，这将对俄罗斯经济产生巨大而直接的影响。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以某种形式明确其放弃加入北约，将是对俄罗斯关切的更有意义的回应。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14日与白俄罗斯国防部长列赫宁通电话，双方同意互派武官观摩对方演习。万众瞩目的第56届超级碗赛事在2月13日拉开大幕。洛杉矶公羊队凭借着第四节最后时刻的成功达阵，以23-20击败了辛辛那提猛虎队。为了庆祝洛杉矶公羊队夺冠，好莱坞标志将在未来几天内改为公羊之家。临时设施将于2月14日至2月16日进行搭建和展示。13日晚的比赛结束后，部分球迷在洛市中心聚集庆祝，期间并发生多起暴力及破坏事件。据洛杉矶县警局信息处警官 Tracy Comer 表示，东洛杉矶发生一起2名枪手驾车对射案件，一人受伤送医，警方未透露伤者年龄、性别及救治进展。另据城县纪事报报道，2月13日晚，庆祝公羊队取得胜利的球迷们占领了洛杉矶市中心的街道，抢劫多家商店。洛杉矶警官丽兹·洛美丽说，警方在晚上9点左右发布了第11街和希望街的疏散令。洛杉矶警察局帕克警官说，在媒体报道和现场警官目睹了聚集在街上的粉丝的粗暴行为后，警方决定发布疏散令。报道中提到，有人在人群中燃放烟花，进行汽车街头表演。帕克说，一束激光还正对着头顶的一架直升机闪烁。在骚乱中，洛杉矶警方的一架直升机在第6街和百老汇附近发现了多起商店抢劫案。洛杉矶警方和消防员曾计划在洛杉矶市中心部署大量警力，以防超级碗后发生任何骚乱。中国多所知名大学的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这些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人数受到冲击，留学比率人数不断下滑，境内深造人数则稳步增长。在就业选择方面，出现灵活就业等就业新形态。在地域选择上，非一线城市基层就业成了中国毕业生的新选择。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新兴就业形态正在涌现。在今年众多大学的报告中，灵活就业成为非常有存在感的一项数据。而从不少大学就业质量报告也能看出，到中国国家重点行业、重点单位，以及到中西部地区基层就业的人数正在逐年增高。